今天沈强给你爱吃什么菜？番茄炒蛋。嗯。番茄炒蛋，你给吃了番茄，还是吃了鸡蛋？没吃鸡蛋。那今天你们做的多不多？不多。哦。就是背书。背过啥是背课文？课文。我的孩子他在旧的教学楼那边上课，他就上了一年的时间，就是他小学一年级的时候，我们是天天去接送他。明朗的雨天很长，他们的那个教室里面他会渗水进来。我从1999年就来到这个学校了，我们上一个旧校区呢，就是有八个班级是在板房里面上课的。特别是我上的那个教室里面相当简陋，然后在雨季天的时候，我们的教室呢，外面下大雨，里面就下着小雨。早上家长送孩子上学的时候，他们都会和我一起清扫水，然后我们再开始上课。孩子们有的时候写作业本不小心弄到那个地上，就会弄湿掉，用不成了。当时我们的教学楼已经是危楼了，必须得拆除了。然后呢，就盖给我们这个临时板房，然后就一上就是5年，然后这个板房它已经是老化了，不安全了，压力肯定大嘛，因为存在的好多安全隐患呀。我去看那个新教学楼校址的时候，就没有施工，它就是一个停工的状态。之后这件事情就会在你的心里面。我在画公主，妈妈就是这么说。你看平时呢，我们也爱上网，那一次我就看那个人民网里面，我就看，哎，它现在的主流，它的那些新闻的主流是哪些啊？后来我就看到有一块留言板，按照我的理解，当时我就觉得说，哎，不就像那个其他的评论区那样子的吗？然后点进去的时候，我才发现留言板好像跟其他的那个评论区还不一样，留的是问题，留的是他们的困难。但是我后台我注意到一个细节，就是留言板里面的留言办妥了的，已经解决了的那些，他会写个一半里，就这个吸引到我。然后本来我之前不是心里面装了一件事情吗？那如果说这个事情我也把它留在人民网的留言板上的话，会不会也是到后来是一半里的吗？思思，就是那这十天之后，市教育局发来这个督办通知，关于核查梅兰湾小校舍使用情况及加快先进校舍建设进度的督办通知，请你们落实办理。我们收到了这个关于梅兰湾小建设项目的一个，就是说在人民网上留影的一个新文件了嘛。然后呢，我就马上就联系相关的单位呢，就即刻办理。也有个事情要通知你一下，就是这个梅兰湾小这个项目是明天我想开个会，是农经济这边呢，请准备一下，就说是梅兰湾小的这些施工管理过程当中那些资料呢准备好。而且梅兰湾小这个项目呢，当时也列入到了我们
局里面就是说是为民办实事的这个清单里面的。各位，今天帮大家请到这点，那出院的就说是商量一下这个闽南王县的这个复工复产问题。今天我们只有一个问题，就是尽快的把这个工程项目尽快的完成掉，移交给我们学校使用。那对这个问题呢，请我们施工方也有什么意见建议和要求，你也可以谈谈。现在疫情也在闹控制，我公司会尽快的复工复产，我还是要回公司商量一下这个项目的后续的推进工作。当然压力还是挺大的，但是我们就给教育局承诺，说是我们就是能够在九月一号的时候，基本上能够把教学楼、然后食堂、宿舍、阶梯教室这几部分全面完工。一定要在这个确保施工质量与施工安全的前提下，以最快的施工进度完成建设项目。我今年在闽老王小读6年级，我长大想当一名优秀的教师。在闽南王小读5年级，我想做一名宇航员。我想当一名医生。我将来想做一名电竞选手，为国争光。我希望新学校里面建一个足球场。我希望新校园有一个乒乓球台，能有一个很大的篮球场，这样我们就能尽情的玩耍了。我希望有足球场，因为我喜欢踢足球。增添一个多功能的图书馆。因为我想在那里博览群书，沉迷在知识的海洋。按下回车键的那一刻，其实我就在期待了。我的期待是有回复，但是我没想到是那么快就得到回复。王凤娇老师的留言代表着很强的民主权益的维护。我们当时看到这条留言的时候，认为它相当重要，体现了一个人民群众当家主主为人民这样一个高度。我们及时电话与县教育局取得联系，在我们办理事件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围绕全过程民主来开展，尊重民意，它体现人民监督，人民权益受到全面的保护，那么也体现了我们群众参政议政、执政理政这样一个最高的理念。你吃了不？妈妈营养均衡呢。妈，是你发微信，然后呢，就办了教学的吗？是，也怎么说呢？这个问题它是这样，妈妈传递了这个信息上去，所以呢，这个学校就建起来了，是这样子。也不是说因为妈妈才建的这个学校，知道吗？本来这个学校就已经是计划着的，知道了吧？只是加快了进度，是这样一回事，明白了吧？明白了。那一刻。我也没觉得说我自己的功劳有多大，反而那一刻我就想起来了，他们为建造这一栋新的教学楼，付出了辛勤的劳动的这些人们，我觉得他们确实很辛苦。也就一个多星期的时间，马上就变成现实了，就开始动工，然后的话，那个就再也没有停过。
教学楼里面，我最喜欢宽敞明亮的教室。我最喜欢新校园里面教学楼的阳台，能让我们开阔视野。更喜欢新校园的食堂。有点感动，就跟妈妈说我爱你。回到以前的学校了，你们开心不？开心。那么开心的吗？是。哇，这不就是以前你们上学的地方了，是不是？是。那里有那么多小红花吗？是。那要哪些小朋友得了小红花呀？这个。哦，这是以前的老一班。一班。一班，它不是老一班吗？是你的课桌，会掉铅笔的那种。我们以前的二班，一年级二班吧。一年级二班，好怀念，好怀念。虽然说以前这个条件艰苦了一点，简陋了一点，但是这毕竟是孩子们知识得到启蒙的地方，所以感情还是很深厚的。再重新回来，就感觉怎么说呢，还是以前一样的，对。我现在脑海当中还有一幅画面，就是以前他们坐在这个地方，然后在那里读书的那个场面。他们也不管窗外的那些风景，对，我觉得那个画面特别美。我们现在这里学习了5年，这里有着我们朝夕相处的朋友，非常的高兴。我来到这里，我怀念十个小时候的那天，我们经常在这打打闹闹，有些时候一起哭，一起疯，一起笑，就是有点特别的想哭，因为我们在这里一起玩，一起快乐的度过了美好的时光，特别怀念以前的老师对我们做的一切。我觉得吧，无论是在新小学还是旧小学，我们都应该努力的学习，去达成自己的梦想。希望我们学校有个画室，我想把我以前快乐的时光永远的留在那里面。不要！